再一次哦，汤罐头先拿，我才不管了，我就是要汤罐头。弟弟在这里，好的，我看到弟弟了，阿嬷在那边，然后这边有胶布，这个太空衣能不能拿？这太空衣貌似不能拿的样子，我没有看到芭比，机器人不能碰吗？算了，先带着阿嬷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夹克，防寒夹克，防寒夹克。电话刚好占三格。好，我们去带弟弟。医疗包，弟弟刚好两个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箱子，有没有？这个大箱子拿一下好了。汤罐头，快点快点快点！这边的上面我好像还没去过的样子。哇，我跑错房间了！哇，这个电池居然三格，来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No， 少一个人。哇 ，GG 思密达。玩魔物是不是？今天更新丰收之宴，你说的应该是 PS4 的吧？然后 PC 好像没更新，力战恐暴龙好像没有出现。我想我要玩 PC 还是玩 PS4 啊？好吧，就像现在目前是这种状况。我们现在拿几个汤罐头？七个。哦，一样是这样演讲，没错，结束。哦，非常精彩，非常精彩，这是什么？我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正在浏览那些文件档吗？你真的不想看到我的数字储存单元内容吧？X 妥协，哦 ，X 协议。说起来，那确实是一个有序的文件，请不要啊！你做了什么？你不应该运行这个程序的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秘密协议，这本来是一个实验，启动之后后果很严重，发挥你的本领，采取行动吧！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就发挥本领，这应该是新的突发状况，我们少了一个人，然后却带了不少东西，没关系，少了一个人，少了一张嘴，啊，我们可以安然度过第15天的。就这么决定了，是吧？金阳有回来，力战贝爷好像50几个活动吧，我待会再回去看一下、喔。虽然你尽最大的努力，你还是没有能够成功阻止 X 协议。现在通风管道已经释放了一种恐惧药剂，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飞船上爬满了巨型蚂蚁。我非常非常遗憾，舰长。太空居民计划的创始人创建了许多绝对不该被启动的协议，我恐怕这次的挫折之后，你全部的船员都需要介入治疗，同样也包括你。这也难怪，你们的心智被摧垮了，有吗？我们不是很正常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还是说之后就会慢慢有事情了？然后我们现在外面在放鞭炮，不知道放什么的，神经病有没有？好吧。我被打扰了，舰长。你报告听说了有孩子的哭声啊，这个是之前的，我们不要去查看好了啊，不去不去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去查看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拿到嘛，就不要去了。想念老头的金刚芭比，你没有搜索飞船找偷渡者，随着你离那颗被核战摧毁的曾经名为地球的星球越来越远了。神秘的孩子哭声越来越少出现了，我怀疑那个并非是一个偷渡者。哦，舰长，没有人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躲这么久，即便是那一个吓坏的孩子，这可能是一种压力的幻听吧。食物都过去了，太棒了！扫描侦测到了一个漂浮在附近太空的箱子。我印象中我只要打开这箱子我就被炸伤，所以说我不开，好不好？这个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啊，我们是白痴。绝对不开，千万不要。
昨天扫描仪器发现神秘的箱子已经不在我们这个接触范围，你失去了把它收进飞船的机会。它可能是个陷阱，也有可能是你的救赎，你永远不会知道。我就不要啊！我干嘛弄八七？系统可以升级，我们来升级一下整个系统好了。制造模组，给它敲下去就对了。看一下可以干嘛？我们在其中舰内的隔音发现了一个金属盒子，上面写着“智泽特，请打开”。把它打开，收集一些零件，同时忽略里面的东西，或者你可以尝试打开它，但这个需要灵活的手指。我们来开一下好了。这个事件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挺好奇的。来看一下，我们打开它是怎样爆炸？有没有受伤？好，没有人受伤。你小心的把盒子锁给拆掉，盒子里面现在没用了。你把注意力转移到拆开的锁上。虽然那些电池小玩意看起来很有用处，其实大多数都是垃圾。哇！早知道把它变成材料了，浪费了精力去搞这个东西。舰长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一直飞船处于人工重力状态，但是我们需要看看你的船员们的零重力状态，或者是说失重环境适应的怎么样，所以我们要派谁去？派阿嬷好了。阿嬷体弱多病，会不会应该这样子去就挂掉了？阿嬷，我们还有一天工作天，可以。第五人格没有上传，好像还没吧，忘记上传了。梅根没有能够通过零力重视，他没有办法通过零重力重测试啊。我刚停下飞船的旋转，他就慌了起来，像是一条离开水的鱼，到处乱撞。我早知道不要叫他啦，他把我衣服撞坏，电器艇撞坏，手机撞坏，阿嬷你。阿嬷，为什么你要我怎么修理？修电话好了，修电话很重要。哇塞，超级壮！哇，他这个瘦到脸都凹下去了，有这么夸张吗？阿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阿嬷，你知道这样我很难过吗？阿嬷，舰长你还好吗？你的胳膊上有奇怪的斑点，让人有点担心。你能看到吗？请稍等，我搜索一下医疗数据库。正在搜索，很不幸，我没办法识别你的症状，恐怕你需要自己诊断了。我没有输啊，吃大便吧。人家老人家，早知道不要派他去了，超烦的。而且我还生病了，我第一次生病我生病鼻子居然是红色的。昨天你身体上出现奇怪的斑点，你置之不理，情况变得恶化了。你想要自己诊断，但是显然你没有足够的能力，舰长。不，再次说一次，这不是红斑狼疮，痛苦可能不会加剧，但是你的健康已经受到了重创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然后呢，我们已经把电话修好了嘛，然后我们不能做医疗器材。哇，我们有医疗包，我觉得可以医好我们。要不要做神器啊？还是做胶布？我觉得胶布先做吧，很多东西会用到胶布，对不对？你最近照镜子了吗，舰长？我注意到你好像得了皮疹。啊，治疗一下，治疗一下。我们的舰长不能死。你有听过5566不能亡吗？啊，舰长也是不能死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不能让我们舰长死掉，死掉什么都没了。然后就GG死你打了，有 OK 治好了。你看起来好消息，你困扰的皮疹正彻底消失了。你能在急救箱里找到适合药，太好了。我知道我一直在唠叨，但是为了你好，舰长，你咳嗽太频繁，先生，你依然生病。为什么？我有医疗包，我还生病？哇，这要怎么治疗啊？What's happening？ 请注意，舰长，这非常反常。哦，又是这个探索到未知行星，派我去好了。然后这个饥饿忠诚，我看一下他们的饥饿程度应该还好吧？我们可以回收什么？我们会回收这个盔甲，
还是要去修理这个盔甲？我没有材料可以修理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来修电话好了，搞不好电话很高级，我觉得啦。有点腻了哦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玩玩就玩魔物猎人吧。医疗包没有特效药，好吧，那就算了，那就GG思密达。舰长，你看一下这个，我不是那一种哦，又来，这个又是之前的东西。好，然后我们的这个电话升级了，升级到最高阶段了。什么东西？你现在可以无聊的时候阅读太空居民宣传的材料，不，别带上那个舰长。你刚刚在你手腕上启动了体重观察者1000，这只是一个有缺陷的破解版营销小工具。好、哦，当你啊、哦，现在当你看着自己时，你会看到一只大块，好、哦、吧，一只大块头的牛头犬。哦，这是一种就是立体影像装置吧？啊、哦，立体影像装置没什么。哎、欸，我刚是忘记喂他们吃东西，他们是饿死了。第11天，你试图用胶带修好这个装置啊？如果呢，我哪天坏了，行行好，用点适合的工具吧。就算你真的把它修好了，我也不在乎。你怎么能如此随意的对待这个维护工具？船上有一只宠物的想法了，孤单寂寞吗？孤单寂寞。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又是马桶。我们把马桶堵住好了，刚好我们有做胶带。又是马桶事件。然后呢，我们试着把这个原子电池修好好了，试试看吧。然后他们会不会饿死啊？该吃点东西了。全员喝汤，我不管了。第一次来看哦，安安你好，何皮皮。感谢半藏岛田送的777，强力胶带奏效了，舰长，空气阀舱盖良好运转。然后呢，就是已经结束了马桶事件，你的状况非常好。奇妙的太空微型反应器需要定期的冷却清洗，怎么又来了？要去清洗吗？我记得我们上次清洗是不是出事啊？滴滴无事可做，好啦，让他去清洗好了。反正就无事可做嘛。我们现在第几天？第13天，还没有到着陆到星球，快到了。滴滴乐意帮助你循环啊，微型反应器冷却翼管。然后呢，有成功吗？注意到一个凹痕并修复了这个问题，不然可就糟糕了。然后我还是生病当中，太好了。巨大行星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应该要启动着陆协议吗？着陆好了啦，反正我们再怎么样还是得着陆嘛，不着陆不行，一定得着陆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干嘛？制造神器，汤罐头不能做了，我们做一个神器出来好了。好，着陆进来了。吞吞吞！直接撞坏。GG思密达，早知道不要走路了。哇！传来一个声音，饿着肚子朝着我们示意。好啦，给他食物啦，好不好？我们饿死就算了。欸、等一下，机器人可以做东西吧？没有资源了，我们把什么拿来做？全部都坏掉是要做什么、啊？算了，送他汤罐头，反正我们也活不久了。第15天，教我如何杀蟑螂。你感觉自己比以前更灵活了。在他离开后，我没办法翻译的一些他对我们说的话。我是只蟑螂猎手，我是一个猎杀蟑螂的勇猛家伙。你有吃的吗？显然他是一个认真的家伙，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船舱内探险模组，什么东西？
船舱内的探险模组已经被激活了。如果你想在这里存活，你必须就要开始派人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派人了，派人了。没有汤罐头啊！没汤罐头怎么存活？各位，他现在这两个点，通通没有什么所谓的汤罐头，而且要三天的时间。我们现在唯一能选的应该就是这个了吧？然后派谁去？派你去好了，然后麻烦你给我带个神器试试看吧，带个神器看会不会怎样。我没有食物了。嗯，我还没有看事件哦。太空居民协议中规定，所有设备都必须定期维护检查是否损毁。外星寄生虫、时空故障以及女巫的诅咒，因为什么环游星球的波奔波，我们这次检查有些慢，我们应该对一些设备进行检查。那就这个啊，我觉得我们这个通讯系统还蛮重要的欸。名字很怪，你说你的名字吗？我觉得还好欸。靠北啊，又死了。欸，这真的比以前还要难欸。欸，这个说真的，这个比以前还要难欸。我们先关台，改个名字再开一次 ，OK 吗？